Hello，我是酱，今天来试玩这个指尖陀螺飞碟吗？又是飞碟吗？先坐上去了。哦，开始转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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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了。它其实它的原型是歼灭者直升机啊，把它模组换掉而已啊。来试飞一下啊，这个飞碟真的是太屌了。来看一下第一人称好了。它的这。他握什么东西啊？完全没有东西可以握啊！哇，这个螺旋桨转得好快啊！哇，这个飞天指尖陀螺真的是太屌了！飞呀！银色的哦！哎，不对，它是金色的，它是太阳反光变银色的。哇，转得我都快头晕了。哎，我们来试飞。看看那个对车子会不会有造成威胁啊？撞一下车子啊，下降一下。老实说，它还蛮稳定的。飞到那个是什么机场坟墓哦？不管它，目标是撞这个车子的。再看，跟在它后面。有点难操控啊，行不行啊？它居然穿过去了耶，不科学，不科学！你在那边等等着我，不太好转啊，因为它有方向性啊，就像直升机有正前方问题一样。好，动啊，我打一下。哦，我知道，因为它直升机的螺旋桨在上面，所以如果你要这样子打的话，用它那个圈圈其实打不太到，就穿过去。那如果是，你看，它直接穿过去了，所以它的攻击的方向应该在上面。来降低一下，那完全贯穿了。如果把它换到战斗机上面的话，搞不好可以发射飞弹哦。到了这个军事基地，马上被攻击。哪里来的飞弹啊？带一块烟呢。撞一下这个直升机。撞爆了！哇！试试看坦克车，再让我打一下，坦克车过来一下。杆子直接被我转走了耶！哇，小人，多少人呢？转一下过去，飞过去，要走啊！刮一下，刮这台车，刮，居然没事啊！你真会刮吗？他等于是用螺旋桨去刮那台飞机啊，没有什么用。被打了，那车子可以刮一下，刮，下降点。你现在飞过去了，怎么这样？打到人了，那个人还活着。来转过来一下。战壕马上打架了！撞到！坦克车看到你了！勾到！车子居然没事！刮一下！好，我们这次把它换成飞机啊！这是什么飞机啊？天煞！哇，这天煞指尖陀螺，哇！可是它飞的话，它就不会转哎，它转比较好看啊。然后天煞的那个飞弹跟机枪的话，要另外改它的数据啊，我就没有改数据啊，我就直接来飞就好了。那它不会转啊，来试撞一下车子好了，等一下，他居然弹走了，他好难控制哦，因为他是直接飞行。OK，
我直接滑这边好了。哎呦，呦呦呦，还是撞到，咦、撞到警车。啊，知道了啦，这样子啊，就不用飞那么高，对不对？就从地上这样滚过去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前面的车快一点，哎呦，撞到了哦。好，我们又来了，哎，我们到军事基地哦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等一下，前面有人也是开这台车耶，扔机，哦，撞到他了，他爆了，啊，直接烧死在上面啦、啊，这不是我杀的、啊，他头怎么变了？有啊有啊，我以为头不见了，就好笑了。耶、yeah ，看一下这个，哎、欸，他这个机库怎么飞机怎么不太一样？哎呀，你看看，这边还有一个白色的。哦，我来撞一下那个车子、啊，撞！哇、哦，居然没爆啊！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，咱起飞看一下好了。起飞！哦，哇、啊，坠毁了，坠毁！我要弹出去了，哇，沉到水里了，弹，咻！游不出去啊！游啊！出去！快！我要淹死啊！哦，来了，出来了！